新夫妻离异再一桩，传出黄家千和夏克立16年的异国婚姻走到尽头。和黄家千一同演出舞台剧的窦智孔更在 Instagram 写下：“夏克立不是助理，因为他是垃圾。”更补充说明：“约克夏真的比较可爱。”同音异字骂人骂得彻底，似乎话中有话。黄家千在离婚消息爆出后的几个小时，也和律师发出声明，表示离婚的决定与过程非常的艰难，这个决定也是很不得已的，更不希望因为媒体的报道伤及无辜的孩子。这几年，夏克立和女儿夏天常居加拿大 ，Instagram 上常常有和女儿的生活照，黄家千则留在台湾，三不时有舞台剧的演出。不过 ，FB 上几乎没有老公的照片，而夏克立 Instagram 上老婆的身影，则是在2021年9月两个人共乘水上摩托车的画面。社群平台上两个人互动冷淡，就连黄家千日前生日，夏克立也没有在 FB 上有任何表示。回顾两人之前在节目上分享婚姻的甘苦和育儿的点滴，真的只能追忆了。这是你们家的 kiss 铃铛，这是家规吗？就是它就是这样子，下面有些 kiss、所以你就这样，然后就有人来听一个。就是很亲。那你们吵架的时候你这样子，他亲不亲？吵架我们有另外一个。真的，我们有另外一个。有另外一个吗？哪一个大人？因为那个是不能让小孩找到的。哦。那个是给大人用。给。然后我自己也非常惊讶，说我会嫁给一个外国人。我后来觉得你家外国人一点都不惊讶，因为是为民除害。就是，但我是觉得夏先生娶了你可能有点辛苦。啊，是，是不是？对对是。哎，你可以讲啊，你可以讲啊，你可以讲啊，今天你可以讲啊，因为小姐在。他就是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小孩，所以其实他有小孩，我第一个小孩是这边，我第二个小孩是夏天。对，所以爸爸很忙，爸爸很辛苦，对不对？他在我旁边，就让我的世界变得超开心了。然后我为了他也以前失去很多东西，手上有节目、旅行节目什么都有的。可是我就觉得说，夏天的时候我要带夏天回去加拿大，然后让他了解他加拿大的一部分，因为他一直住在台湾。然后他要认识他加拿大的家人啊，跟他的表哥表姐在一起，然后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，然后所以他的台湾的部分也了解，他加拿大的部分了解了，所以我每个夏天就会带他回去加拿大。我做什么工作，我就会说我不拍，我不做。然后我说哎，这样子你没有办法主持这个节目，我说没关系，我不主持，我就要带他回去。所以偶尔我就会觉得说，哦，我其实失去蛮多的，可是很值得，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开心的小孩。对。他因为做这些东西，他会变得一个就是有很开心、很完美的一个生活。带他去看别人的文化，或是别人的怎么住啊？这个人住在山洞，那个人住在山上，这个人住在，然后去这样子住。带他去，其实这个比念书还重要，对，很重要。看世界，看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其实，因为我老公在陪伴孩子中，陪伴孩子这件事情给我的，影响很大。我也学习很多，因为以前你会吃醋吗？我会，就是我都会，如果说我女儿多爱她多一点，我就会吃醋。对，我觉得你会，我会。然后他就说，不要说你爱妈妈多一点。我老实讲，能让这个黄小姐啊安分做个太太，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你刚娶她，我不想吓你。她是一个非常聪明，点子很多，看起来很，你知道，看起来乖乖，好像乖乖的东方女子。No， 她是上得了树，也下得了洞的。好。他妈妈有跟我讲，有没有跟你讲？他先跟我说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吗？确定吗？我来干嘛？我是送小孩来而已。哎，他很活泼哎。对啊，我就而且他有你的神情哎。有吗？有，那很漂亮啊。就是你怎么？我说神情，你没有听见吗？神情跟五官是不一样的。OK。因为我很惊讶你的女人会这么漂亮。不意外啦。我没有啦，因为我老公底子打得还不错。你们两个有互相推谁带女儿这件事吗？现在我会想要多陪小孩，对，因为他现在太活泼了。
你不管现在有多像疯子，我没有搭配啊，就是正常穿衣服，这算有搭配吗？就是很，如果是有搭配过，就是证明是一个很品味很差的人。所以他当然要说没有搭配过。因为你头还戴这个，然后就感觉是就装可爱。不是，你还配了耳环，所以我就说我精心搭配的。不是啊，就正常出门会这样子啊。我跟你说，他原本是在吃饭。跟那个卢氏的朋友，我也不懂，不戴不要戴，不是已经有粉红色头箍，为什么还有紫色亮的耳环？而且他配了粉红色的表带耶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，我先，不可思议耶，不是，因为。为什么要针对我？谁没有了？佳琪，我们是老朋友，你本来就应该打个招呼嘛。康熙来要休息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想想就会怎么样嘛？我讲了，我讲了。对呀。可是重点是现在，而且你也那么久没见到，我讲一下会怎么样？很感动。对，我很感动。我很感动，我真的很哀愁。我其实抱着哀愁的心情来这个节目的。我想说，为什么康熙要？他有跟他女儿的衣服押韵吗？有，所以是打母女装。母女装。对啊，可是牛仔裤的长度会不会也有点太长？没有，跟他没有关系。我跟你说，我老婆哎，对，起来的重点，对，他为什么不穿到膝盖算了？闭起来！不要这样，对呀，你这样才会有腿。对，这很丑，很丑。在干嘛？你这样子合理。而且你，他这个是天冷还是天热？我脱。讲到哪里脱哪里，好可怜了。还有什么地方？所以你是不是在幻想说，你带夏天出门的时候，人家会说哇姐妹？当然呢，就是我都跟他说不要叫妈咪。夏天说真的，你跟你老公是不是都快要疯了？太累了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其实真的很累。因为带小孩上节目这件事情是不是很辛苦？非常辛苦。他配合你聊什么？他聊什么？我很好配合，我就配合度很高的艺人。要不要聊一下世界经济趋势？可以啊，其实我觉得现在不要买房子，现在就是看房子的时候。现在因为房价一直在跌，跌得很离谱。请问夏天会怕你吗？你可以问他。会。怕。他讲错了。妈妈看他一眼。我觉得他好像不怕。妈妈会打你吗？不会。夏天，过去来吗？过去。妈妈很累。对啊。你没有看妈妈长这样吗？妈妈现在是呈现一个就是一个造型很糟糕的状况。什么造型？谢谢佳谦进来被我们乱问问题。